Hello，各位，今天呢要来实测改版更新过后被砍刀 nerf 过后的图伦到底还可不可以？他还是不是 T1 角呢？因为昨天呢，有人有观众呢在 IG 私讯我说，Garen 可不可以去测一下，现在图伦到底还可不可以出，还可不可以拿去打排位？然后我就开了我这只小号，小号现在是 S6 颗星吧，反正就是 S 牌的排位来去做一个实测哦，来玩玩看到底还行不行。不过呢，我在玩之前呢，我有先去看一下那个官网的更新文章，它就只有图人就只有被改，等等等等等，就是现在就是它的被动啦，那个环绕的那个点哦，只削弱了50点的击伤，50点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差。就是我看的，我当下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差吗？没有差，就所以我就玩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真的是没有差，因为你前期有谁前期一技能加二技能两招哦。就直接让对面的辅助直接半条，有谁可以做到这样？没有人，就是太痛了。执法师还是一样强，他还是一样可以出，他还是 T1 角色啦。对，我认为你们就继续放心的玩吧，装备奥义就照之前的继续出就对了。又打起来了，这个完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要输了。对面前期很强啊，我们这里只能哇，已经死一个人，那个刀锋已经要刷起来了，而且我认为麦克斯应该是要4等，我们现在准备绕跑。这个就很像你前期如果要怎么讲，就是敌方可能有选一只奎伦，然后你的队友可能斩血了，在旁边，你就是直接放生他吧，你不要，你就离他远远的，你会一起被他拖下水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不能救队友了哈，队友如果还在打，我们就只能跟他说个拜拜了。对，因为对面麦克斯已经4级了，他 OK，现在直接开灯，无情直接弄雷。我看一下麦克斯在哪里，我们这里好像。大象直接把他给杀了，不过那个我那大这大象迷路了，他刚是怎么样，超级无敌惨，然后就直接，哦哟，这个可以可以，这个大象喝醉了啊！对了，我有一个东西要抱怨，就是这个战争迷雾系统，我真的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看不懂为什么要把它设成可以开关。我觉得你出战争迷雾系统 OK， 大家统一就是一进去大家都哦暗，然后可能要自己站位啊，然后找就要小心一点。但是他现在是改成说你可以自己打开关掉，自己打开关掉。这个，啊，我那时候你知道吗？我改版更新的时候我就很期待，我就进去打了一场，然后就战争迷雾系统在哪里？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，哦，你要自己打开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要被撞了，完蛋了，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惹到官方，我们现在准备直接送头 ，bang，OK，碎啦，卡莉死掉了，那我们就赶快把中路兵推进去啦。这个他们如果没有人派，没有派人来守，不过这辅助直接来守，那我们就代表说我们可以来去上路做后来的事情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二三三个嘛，我们现在直接夹过去，三个打一个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输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直接来去啦。这个就算被看到也没差，我们就是直接压塔，好，直接压塔。这里看一下对面直接放掉这一个塔了，不过海牙的手有点等啊，哇，这个应该是点不掉，不过还剩700-800滴啊。对，然后刀锋过来，我们这里看一下，刀锋直接把我们家的，哇，我们这里其实要撤退了，但是我这里决定要意气相挺啊，一个二技能加大绝，然后刀锋直接刷了起来，再一个瞬移，然后再一个二技能加一技能死都要换你的人头，我们这里直接挂掉了。哇，超亏，那个塔没有带掉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掉了3颗人头，重点是掉在那个雪球角刀锋身上。等一下我看到他，应该觉得直接叫他爸爸了。我现在看到他就是尽量避战啊，先浓就对了。我现在看到哦，刀锋直接露头，这里那个集合灯号抠这个瑞克一起来打会战，一个一技能加二技能，对面卡莉直接交了一个瞬移，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包夹二技能，然后再一个大绝，直接成功收头，再一个二技能，再一个一技能继续收头，两个 double kill。这里看一下蹲个草丛，二技能一技能成功配合龙马，就是前期太痛了，因为我看到。这就是图伦没差，继续输，就是伤害还是一样强啊。对，真的，你就一技能二技能，砰！哇，那个伤害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死了4颗人嘛，刀锋过来了，赶快哦，一二技能，赶快绕跑了，这个不行哦，我们就赶快把兵线清一清，然后离那个左草远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安稳的回家了。我队友是不是有吃药啊？是不是打了什么某种兴奋剂之类的？血超残都是狂冲猛冲的，你知道吗？永远不回头，是不是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赶快，我不行了，我老了。哦，这麦克斯要死了，他这个太深了，我们就一二技能想开大绝逃，但是我们家魔人漂亮的
大二直接不是大绝加二请什么大二直接成功带走他。现在呢，嗯，经济我看一下经济面表 ，OK， 我跟刀锋一样肥。这里我们家魔人再肥起来，我们就有局了。可以可以，这可以打。我现在很凶，我现在装备真的超级无敌好了。现在对面呢被我电到一下，他还是非常的痛。我对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哇，不能动啊！哇，我们现在赶快按准。你看我放下这一阵，拜托拜托拜托啊！阿弥陀佛哦，好险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他好像每次改版更新都会出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每次都会爆批，超扯的。下路好像我、哦、有漂亮直接带头，但是龙马应该是要死了。哎呀，奈车我们这里就六块，哇，他这里的大绝拍的非常的漂亮，再一个二技能，再一技能成功带走他的人头，卡利开了一个大绝瑞克，直接他是不是那个？我看一下他在干嘛，守护一下。哦，没有，他直接亮个 OK， 我懂我懂，你进去可以，这里带一个二技能加大绝，行啊，哇，我刚刚想说，嗯。这个人是不是跟我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爆皮？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每次更新，刚刚好像说过了，真的还是要嘴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更新就是有伺服器会不稳，我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我网络不稳还是怎样，但是我认为我的网络应该是不会不稳，因为呢，我在一个网络非常流通的一个地方玩，然后不管切任何的 WiFi 还是吃到饱，就是那个4G 吃到饱都会。就是在更新的时候都会突然有雷哦，这个哦，安奈特漂亮，我们这里呢直接一个大绝加二技能成功带走他的人头，再一个一技能，哇，离得刚刚太快了，完全没有看到我刚刚怎么操作了，哇，我竟然也在游戏里面中进步了，重点是我还没有带星海之霸，刚突然想到我怎么没有带星海之霸啊，哇，我现在才发现完了，我对不起图人，哦，那你们就可想而知。瑞瑞超人这个不是瑞瑞超人啊，图人被改版之后真的是没差啊，哇，没有带星海之霸，自己减弱了这个 50% 的攻击力，还可以让噗噗噗噗噗噗噗，谁可以做得到？就是图人了，没有错，这被改版真的是没差、啊。刚刚那纯粹刚好，我们现在就一技能二技能，想要利用生命法杖回一下血线，但是队友现在太痛了，他直接砰砰就直接没了。我们再一个一技能加二技能，成功带走敌方的时候，现在对面已经乱掉了，我们就慢慢的把高地一波一波的推掉。那个卡利真的是打得有够鬼，但是我现在有瞬移，我真的很想杀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来杀一下这个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杀不到。我看一下哦，他现在要直接，我自己直接亮个进攻灯号，准备哦，瞬移二技能，然后再一个一技能，再一个大拳，然后再一个二技能成功，接好接满，继续玩下去吧，各位，这只角色真的还是很猛啊！直接老司机帮帮我，他这个直接开起来哈。我们现在一样一技能、二技能、大绝成功带走队友，现在已经杀疯了，只管着杀人，没有人要点塔。对，显然的话，赶快点塔、点塔、点塔。哦，赵峰直接想要干什么？我们赶快拉一下，再一个二技能进场点塔，兄弟们，漂亮，成功带走这一局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我对于图人削弱改版之后的总结，很简单，四个字，完全没差，真的就是完全没差，就是伤害就是一样痛啊，前期就是一样强啊，对，他就是一直，你还是会在排位赛看到，然后还是会在职业联赛看到有中路玩家来去做一个使用的 T1 角色。OK， 那本期片呢到此为止，最后呢记得。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我的个人 IG， 后面有概要开讲，继续给大家看下去。最近呢，我跟我的同学还有 Cola， 我们都一致的认为，我们学校的学生素质，看了真的很想吐血，真的很想吐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看到他们，而且不是只有一群，你是很多超多的，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行为，你就。我满头问号，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就直接摇头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讲、哦、好屁哦，现在怎么还有这种人啊，不是说大学了吗？不是大学生进来也18、19啦，哇，五年前的时候，我就想五年前的我会那样吗？不会啊，怎么就是各种啊，骑在学校啊，然后不戴安全帽啊，哦，后座那个人就故意不戴安全帽啊，然后看不懂到底在干嘛，然后骑车一定要这样扭来扭去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一定要在那个一定要聚集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什么抽烟啊什么之类的，你知道那是大家会经过的地方，就一定要在那里抽烟，然后经过就在哦，大家都要闻你的烟味，超无聊的，这个是。
高中生会做出，搞不好连高中生都不会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国高中生做的事吧，这个是超屁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看到，真的是问号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学校自己把自己给搞烂了。我真的不推荐你们来读我们学校。现在我们的学校就是实至名归的学店，真的。你现在随便你用猜的，你猜一个差不多100分你也进得来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超扯的。那个我们学校自己把分数降得很低，可能就为了要收那个收多收一点学费吧，不知道怕自己倒之类的。我怕我是这个讲完我就被我们学校给告了。反正我真的觉得真心就是这样子。实话实说，真的，你们不要来读我们学校，真的。上次还有人在我 IG 问我说 ，Gary 读哪间学校，我想要去。不要问了，不要来，真的。瑞哥，而且我也要毕业啦，所以对你来，你也不会看，你也不会遇到我，也不会看到我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。最后，希望我们学校的屁孩可以越来越少，但是应该是没救了。最后讲一句，我从以前就认为的。一句话送给各位：人会被环境影响，但是环境是人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